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口赐与众人，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雅各书一章五节。满有恩典怜悯的父神，感谢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，在地上为你作见证。天父，我们生活的城市时常充塞着歪曲薄谬与虚谎之事，求主亲自赐予我们有属灵智慧的目光，好让我们不但能够按真理明辨是非，更能够时刻体会上帝的心肠。天父，我们的生命里面确有很多软弱和不足，求你以你的话语时刻光照提醒我们，好叫我们的脚步不致走歪失脚。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